骗你。哎呀，我到山上，我差点被他用翻刀这样翻到，很可怕。猎人就是猎人，来。的社会观察者要来给他说说话，已经到现场了吗？还没是不是？好，还没的话，我们今天有位神秘嘉宾，真的吗？啊？这我好难抉择，怎么办？好，到了吗？速度。好的，在哪里？首先我们要请。张铁柱，我要叫他老师吗？张铁柱老师，请速度，对手刀，手刀的方式，但是请注意天雨路滑，不要滑倒。我们要请铁柱老师来跟我们讲讲话。啊！哦，腰好酸。好，欢迎铁柱老师，请自己选择适用的麦克风，谢谢。